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小哥，刚回到家，没有去开封找王婆说媒啊，因为王婆最近休息了啊。然后我觉得这个缘分这个事情啊，还是不用着急，不用自己去那里去找什么缘分，这个缘分来了，它自然就来了，所以不需要这么着急的去相亲啊，说媒什么的。我打算在家里休息一两天，然后就准备继续出发西藏了啊。等把这个快递买一下，后面的话就应该是还是选择骑三轮车吧，因为这样的话开销会少一点。至于准走什么路线去西藏，明天再定了，我要研究一下这个路线。现在下午5点了，刚到家，准备先吃个饭，叫个小碗菜。开饭了，晚上叫了三个小碗菜，比较清淡啊，两个素菜，一份汤。中午在服务区吃了一个面条，味道不怎么样。感觉现在吃饭还有点早啊，有的时候很饿，先吃一点吧。味道还不错。我买的快递是桌子啊，还有新的卡式炉，还有新的柴火灶，因为去新疆西藏的话，那里买不到卡式炉、气罐，有的地方，所以要买一个好的柴火炉。到那个地方啊，做饭生火的话，因为比较偏僻，所以没有什么关系啊，尽量烧柴火饭。快递应该明天到，如果明天到齐，咱们就出发，最迟不超过后天。再加上天气越来越热，去青海和青藏高原，西藏是最好的选择了啊。去新疆的话，都马上就要热起来了。马上到了暑假，去西藏的这些游客也会越来越多，路上很热闹的。到时候多给大家拍一点西藏、青藏高原的这个风景吧。慢慢游，慢慢走。倒点汤喝。中午好啊，朋友们，在家休息了2天，然后等这个快递，研究了一下这本次旅行的这一条线路，决定走青藏线，挑战一下青藏线去拉萨，因为318以前走过这个青藏线，我以前走过，但是只走到那个沱沱河，当时发现是高原反应就放弃了。我一直也向往这个一望无际，这个大漠风光就是黄土高原吧。我觉得这个青藏线更加的就是有那种感觉吧，所以我打算挑战一下。这一次就是从湖北出发，然后经过陕西、甘肃，进入这个青海，进入这个青藏线。预计的话，时间的话是半年吧。这一次去青藏线啊，青藏线因为它是海拔比较高，风比较大，然后过一段时间天气会越来越热，所以我把这个帐篷啊，还有这个床啊，折叠床都带上了，为了挑战这个应对这个到时候这个恶劣天气，也买了不少的装备，
到时候先走着吧。如果挑战不了的话，咱们就撤回来。尽量还是要挑战成功，到达这个拉萨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东西已经收拾完毕，那么咱们就准备继续出发了。今天走到哪里算哪里。出发的心情是愉快的。是出发西藏青藏线，还是准备了一辆三轮车？车子已经准备好了。看，里面全部塞满了，朋友们，这一次准备了做饭的桌子，高压锅，然后。水壶，然后两床睡袋，然后还有带的冬天的、夏天的衣服，还有一些生活用品呢，还有气罐，还有柴火炉。柴火炉没有到，在路上已经买了，发到下一站去了。骑着一辆电三轮去西藏啊，朋友们，我已经骑出20公里了啊！现在下午1点半了，下午1点半咱们休息一下。今天可能吃不到小碗菜了。本来我出发的话要去前面那个县城，公安县城里面有小碗菜，但是导航的话它要提示往左拐了，可能要走宜昌了，因为我导航的目的地是格尔木，青海的。全程是2466公里，那我就直接往左拐吧。今天因为车上也没有菜，可能在路上找一个饭店炒个菜吧。下车休息一下。哇，路上的车是真多啊！啦啦啦！我了个乖乖！现在是属于3月，草长莺飞，这个树啊全部发芽了啊，可以看出来春天已经到了，一片绿色，还行。今天的天气不是很热，所以电机也不是很发热。今天啊，打算骑50公里算了啊，骑50公里咱们就找露营地了。车上也没有买菜，我打算在路上买一点菜。这边的人家都是大门关着的，不知道去哪里了，是出远门了，还是去地里面干活去了？全是关着门的，前方离这个县城只有不到10公里了。我们继续出发吧。Let's go。到这里啊，导航提示要左拐了。这前方显示要过轮渡啊，因为我们荆州这边，它这边需要过这条河，一条江嘛。轮渡大概还有100多公里，要左拐了，咱们直接左拐吧，就不进县城了啊。这是拐进了一条小路啊，一
前从来没有走过这一条路，奇怪了。这个里面找露营地还是蛮好找的。感觉还没错，感觉还行。相比于在这个国道上行驶啊，走这个小路，这应该是村道，显得更加的安静。车少多了，咱们拐进来是正确的选择。下车看看风景，哇，真不错啊，春天的景色，两旁全是油菜花。走在这里啊，非常的安静。现在属于这个村子里面一条乡道上面啊，车非常的少，只能听到小鸟的叫声。这边是一个鱼塘，偶尔有少量的车在这里行驶。右边是这个也是鱼塘。现在是下午2:30，找了一个休息的地方，有很多人在这里钓鱼啊。上面是这个高速公路，然后下面可以停车，我就把车停在这里了啊。咱们休息一个小时，这里居然是一条小河啊！难怪有这么多人在这里钓鱼的。它还是草啊。这里面绝对有鱼，难怪有这么多人在这里钓鱼的。确实是一个钓鱼的好地方，看他们钓到鱼没有啊？钓到鱼，咱们买条鱼，在路上去做吃。